屏东一县台嘅景点胜利新村有多位嘅特色，中央市中嘅屏东县二十三个农镇社区嘅特色风产品，都前年起始作为二十五年嘅和平县发餐厅快闪展示，展现出屏东县推动农镇社区转型也百年嘅成果。和平生活餐厅店开馆，屏东县政府特别邀请资深主播陈亚林同县长潘敏安进行一场产品售价的交流对话，希望在一百位全县所有农在社区的产品出量品牌。每一个社区都展现了屏东的在地特色及屏东社区里面的生命力，还有我们的创造力。我觉得这个越在地越国际的这个屏东原生的力量，然后来自于最原始的社区，这种感觉真的很棒。为期二十五年的汉庭快餐店，在当今屏东最时行的胜利新村开幕，希望以跨越世代体温和两位的商业气息方式，在上到社会站目光的同时，也为后生人打好一条返乡的路，可以增加消费者对我们社区的认识。那也可以找到一些潜在的消费者。希望就是可以告诉大家，就是要创业，要实现自己的理想，不一定要离乡背井。盘面按表示，屏东每个农村、人民部落同客家村落，都有自家的社区特色。故所县政府成立全国第一个农村再生专案推动办公室，辅导社区重新打造产品新形象。不但提升品牌的价值，也帮农村做对永续经营。客家新闻陈文林，屏东报道。